北加州工商会于3月31日在加州圣塔卡拉市君悦大饭店举行年会，接慈善筹款。出席贵宾有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马中林处长、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林桂香总会长、圣塔卡拉县议会议长、圣塔卡拉县警长、加州众议员朱杆生、库伯蒂诺市市长普仲成等人。会长寇飞峰表示，北加州工商会成立至今正好30年，将准备迈入31年。过去回顾一年，特别感谢世界台商联合总会总会长林桂香、北加州台湾工商会荣誉资深顾问崔进前等人，以及工商会所有前会长、干部、会员与侨界热心义工的鼎力帮忙。他表示，在北加州台湾工商会是第30周年，今天的年会呢，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。那我们的主要呢，是因为我们工商会有30周年，